看到华航公司哦，针对工会活动这些行为哦，我感到非常的愤怒。他们先是在工会的623的活动里面，到现场派人来监看，那应该是有录音。之后呢，他们就把每一个干部讲的话，一个字一个字打成逐字稿，然后呢，就约谈这些工会干部，请他们来说明。你这一段为什么要这样说？你下一段为什么不那样说？你的行动剧为什么要这样演不那样演？你为什么一定要泼颜料不要泼颜料？工会干部解释完之后，他们照样不听，还是在课堂组员评议会做出惩处建议。像他们最在意的就是我讲了一个说，这种飞机大家敢坐吗？但是他并没有把我的前话跟后话里面写进去。前话是，民航局他如果修改了法规，让每架让华航的飞机一个门没有一个人的话，这样的飞机你们敢坐吗？我说的是，如果他去修改的话，但是你不要修改，不是就没事了吗？华航公司在12月8号的时候，在惩处了我们的三位工会干部林心怡、张淑媛、朱良俊。为什么呢？因为6月23号罢工1周年后，我们的工会干部在交通部前面举办工会活动，交通运输业工时大体检的工会活动。然而后，在这个工会活动之后，马上立刻遭到秋后算账，马上被公司要求约谈，要求惩处。那我们在第一时间来到劳动部不当劳动行为裁决委员会做申诉，那在4-5个月后，劳动部也已经做出了判决决定，已经明确的说了，华航公司这样子的约谈、惩处、打压是不对的，是违反工会法第35条的，请华航公司立刻停止这样子的惩处及打压。我们到劳动部提出了不当劳动行为裁决。我们也在劳动部的裁决会上一一的把每个干部的发言的依据呈给裁决委员看，证明说我们讲的每一句话都是有所依据的。裁决委员会也认同我们这些发言都是属于正当的工会活动，都是一个合理的发言，所以做出了华航公司这个约谈并且做出惩处建议的行为是一个不当劳动行为。他们这样恶意的扭曲并且做出惩处，也被裁决委员会认为他们情节重大，所以要求华航公司必须把裁决主文公布在他们的网站上10天。没想到裁决结论做出来之后，他们华航公司还是依然毫不悔改，继续的去做了这个人评会，做出这个张淑媛跟林心怡记大过以上，跟甚至解雇的惩处。在此之后，我们的个人脸书所有的网络发言都被监控着。在此之后，我已经被约谈过了2次，最近的一次就是11月28号在劳动部前面举办的航空之夜晚会，我转贴了一个空服员职业工会的新闻稿，原字原文的转贴，却被他们从新闻稿里面挑出一些问题来，然后质问我说，这篇文章是不是你写的，你认不认同这篇文章？国家投资的公司都这样做的话，那行政院劳动部你凭什么可以相信劳资协商？凭什么可以相信工会同意？如果你把所有东西都交给工会同意，先不要说台湾只有7%的工会，就连这7%的工会里面又有多少%敢不同意公司提出来的要求？今天潘家洛有荨麻疹这件事情是看过2个医生，有诊断证明书，那医生也建议说最好是戴手套。那10月4号当他跟医生跟这个客舱经理提出这个要求的时候，客舱经理说好，那这个不允许你戴手套。
当场潘家洛也没有戴手套，所以在没有戴手套的情况之下，他105年的考绩是甲等，哦，他105年的考绩是甲等，结果竟然被公司，哦，以这样的理由，然后就把他调到地勤，我相信这完全是没有办法令人接受的事情。哦，那公司提出的理由还把那2-3年前，哦，什么没有热餐，什么没有这个穿制服，那都已经违反这个1年以上的这个规定，那全部把它加总起来，然后就说这样是一个这个要把它调到地勤去的这个行为，所以就完全没办法接受。我们资源全部被公司耗费在争议当中，我们有多位干部被开除，被严重的惩处，我们都是被动的。就像我们邱显智律师讲的一样，这在台湾是言论自由啊，我们以为台湾有言论自由，我们参加了工会的活动，表演的行动剧，讲的话都是可受公平的，大家都可以看到，甚至我们资方认为我们工会有错，我们打劳裁，不当劳动裁决，不当劳动裁决也判我们赢啦，公司他罚钱而已，罚个几万块，但是公司不罢手，他直接严重的处分了我们的朱良俊、张淑媛，甚至开解雇了我们的林心怡。这种解雇对于一个劳工来讲，那是死刑啊！他们只要再犯点小错，任何一点小错，譬如说今天来看记者会，他刚又讲的话，又被公司写了逐字稿，公司又说你怎么这样子讲，哦，又破坏工资，破坏劳资关系，记你一个小过，不要多，一个小过，我们朱良俊先生就满了，一大两小加一个小过两大，根据公司最新的人事规定，解雇，我们这边到时候又会多一个被解雇的劳工。多年后，这场仗，就算我们打赢了，一年、两年后，那些高官都可能走了。司典要我们开人评会，结果呢，把林心怡解雇。礼拜五的下班前把人家解雇，逼得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就在网路上发表这个消息，其实我也付了一部分的麻烦在身上，因为在人评会里面，我在里面，人评会投票权总共有9个人，一个主席不投票，有8个，我理事长是其中一个，其他都是主管，然后呢，处分就由这些人，8个人，7个主管，1个理事长，工会成员来投票，各位，你认为这种投票会是什么结果？果然被解雇了，6-1、7-1的票数被解雇了。我当场就问他们：如果今天我们打劳裁赢了不算，那我进入司法救济可以吧？如果我们司法救济最后是我们劳工赢，你们公司、你们资方要负什么责任？所以说我要求记名投票，这是应该的吧，也合理吧。主席既然讲说，哦，你程序不服，以后要记名投票，这个事情以后我们再考虑要不要记名投票。我还是强调，如果司法救济我们劳方赢了，怎么算？公司错了嘛？公司谁要有负责？都要有负责人吧？各位，你们投票的要负责吧？我就说，谁该负责？我再次强调，谁该负责？那边有投票的人员，就是那些主管，异口同声的说，公司。他们绝对不会说，哎，我投的我敢做敢当 ，no。他们异口同声地说：“公司。”
Thank you.